冬天盛产的草莓跟夏天盛产的芒果，这两种的冰品竟然可以同时吃到。原来现在是草莓季的尾端，刚好又遇上了芒果产季的初期，所以有业者呢看准了草莓冰跟芒果冰的商机，同时推出它们，让民众好惊喜。刨冰淋上炼乳果酱，加一颗布丁，切半的新鲜草莓层层叠上，已经够吸睛。没想到还有意外的惊喜。现在冰店不会有芒果，然后就在这边刚好看到，就想说可以进来吃一下。夏天盛产的芒果竟然也能尝到，位于台南的这家冰店，顾客同时享用芒果和草莓，直呼好幸运。超开心的，因为现在才二月嘛，对，二月其实根本就吃不到芒果。很特别，因为现在天气没有那么热，所以有芒果吃还蛮开心的。两个吃起来蛮搭的。屏东的芒果这样子，刚开始产出，成功让冬天草莓和夏天芒果相遇，还有高雄这家冰店。芒果雪花冰上铺满新鲜芒果，最后加一球冰淇淋。想抓住冬天草莓季的尾巴，就点草莓雪花冰。这个芒果的产量不多，那草莓的话是到直到三月底啊，所以说因为小孩才做选择，若有选择障碍，混搭也行。草莓跟芒果同时吃到雪花冰，就会觉得很爽。除了奇特之外，而且我觉得还蛮漂亮。原来每年228假期前后，草莓产季进入倒数阶段，刚好是芒果产季初期。由于店家有种有机芒果，因而能同时推出草莓和芒果冰。现在我们二月，它花都全部都开了，所以我们这个早花的话，就先把它采下来。草莓加芒果期间限定，吸引不少人前来品尝这酸酸甜甜仿佛恋爱的滋味。记者叶宏荣、许琼文、姚文华台南高雄报道。